欢迎收看《职场好回答》，我是小金。射箭我们又多出来一位板呢，就是这位兵马俑先生。这箭我们要去射，就是这件英雄婆婆。是爷最近在卡拉新 Rise 新开了一间很大间又很福利堂皇、很有中国风的英雄火锅。他们的主打是红锅跟白锅，红锅就是麻辣，白锅就是清汤药材。你一走进去，你就嗅到那个药材味。是的，而且听说这边的麻辣锅是中国正宗的麻辣锅。到底这边有什么好料呢？我们直接一起试试看。Let's go！